为了照顾长辈身心灵的健康，鹿港东街社区甲农会来配合办理幸福农村推动计划，邀请老师来教长辈制作手工艺，互因动动手、动动脑，延缓老化，生活嘛变了更加精彩。对着老师的动作，长辈是做回来学习做手工艺。为了照顾长辈身心灵的健康，鹿港东街社区甲农会配合办理幸福农村推动计划，让长辈学习制作各种无同的手工艺，唔呐动手，也可以当动脑，让生活更加精彩。那我们也是以高龄者为主啦，啊，其实是真正的就是让他们的手能够动一动。所以啊，上个礼拜我们是用那个天然的那个洋葱染色染那个袜子啊，袜子今天就是染好以后，今天的成果就是把它做成一只那个招财猫啊。等一下就是其实那个这个动机来自就是让所有的年长者他们都能够手脑并用的把手去把它触觉的那个感觉让他们去动。啊，做出很有成就感的一些作品。东景社区发展协会，对长者的关怀跟照顾，都一直非常的重视啊，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配合农会109年度农村计划，然后帮我们安排一连串的课程。那，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安排植物疗愈，那利用植物，来让长者手作。那从中间，来疗愈他们的身心，那对长者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多元，那让他们能够热烈的学习，相信对长者非常有帮助。长辈拢学了真欢喜，大家哪做哪开讲，规个现场是非常欢乐。新中华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